近日，袁伟豪现身上海为 IAPM 圣诞祭站台。在今年大火的《使徒行者二》中，袁伟豪饰演的天堂哥那是圈粉无数，俘获了一众迷妹。当天活动现场也是聚集了超多粉丝为其疯狂打 call。说到与粉丝们的微博互动，天堂哥模仿起这网络用语也是把大伙逗乐不停。先上来到内地的袁伟豪，这福利当然是一次性放个够了。现场不仅是同三位粉丝超亲密互动，还现场献唱《爱的就是你》，令现场一度沸腾。我的激情犹如快意，痛苦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曾经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的伴着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与粉丝们提前过了一个热闹的圣诞，那么今年圣诞节不知天堂哥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呢？正在甜蜜热恋期的他也在精心的准备节日惊喜给女友哦。因为十二月份工作也比较忙，在香港也比较多活动要做的，那所以应该会有两三天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去唱歌，还没想，还在想，还没决定是怎么样，希望能够到外边旅游吧。那他有跟你提到这些吗？有点小暗示吗？没有，现在我们两个也保持一个非常沉默的状态，好像想给大家一份惊喜吧。